江超强，那是你啊？啊！你奈一人住伫遮？你会等人哦？我无想要回去，我唔知会当回去倒位啊。啊？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想要讲。无我就卖问啦。哎，对啦，正下遮嘛，你有食饭无？啊，不要嘛，爱吃，无，迄胃会歹呢，食了你就知苦。哎，给给给给，给给给，先搞我叫阿姐过，给。哎，还搁徛遐创啊？几摆啦，紧嘞，几摆啦，紧啦。太少跟你讲，看无，今晚食菜面我放足济料，足营养的哦。恁少年人即嘛哦，拢咧啥料袂食，营养分拢无够。我嘛常常煮这食菜面，互阮亲亲食，甲补身体。你嘛赶快，跟食。我同讲我袂枵啊。你是不是因为捌害过我甲晴天，所以你惊我会伫个面内底下毒甲你偷袭？袂啦，你放心啦，这面无毒，你安心要食啦。就算讲你要跟我斗气，我嘛无话通好讲。啊？你讲啥？坦白讲哦，你偷偷学遐邪术，不过安尼天下大乱哦，我实在足生气。啊，不过我拄啊，我看你一人孤立遐安尼孤孤单单，拢无人陪你，我煞感觉安尼，足唔甘的呢。因为我甲你四个后生足亲的对无？你拢唔惊我是演的？你想要安尼做？你目的是啥？啊，哥有牵连的是恁爸，不是你啊？干嘛好生？你拄仔无跟我讲老实话着？因为我迄个后生客群啊，伊若是有啥物心思，阮骂我，伊就甲你即摆反应同款。哼，头累累，啊，食物件食甲足大嘴，暗坎是真正精神。你到今妈都认为我咧学你的后生，我唔是，甚至我偷偷去学法术，伤害你甲晴天，迄拢唔是我的本意。就算我要求你原谅我，我袂用迄款着卑鄙小人的傲步去甲你亲热啦。你所认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拢唔是你想安尼。你在讲啥？我真正拢听无呢。你当然嘛听无，我嘛唔知即摆我要安怎做啦。我，假使我较早知影你是我的阿嬷，晴天是我的小妹，我哪有可能去伤害恁啊？哎，你不想要回去，是不是因为你甲厝内的人闹甲无爽快哈？其实吼，你甲阮晴天差无几岁，你嘛应甲我当作是另外一个阿嬷啊。听我的口劝啦，少年人应该爱拼是你的未来前途，唔通阁去北起来有诶无心事啊，你知毋知？哎、欸，可能你即马眼前你会感觉讲，哦，足趣味，足好耍诶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啦，嘿哦，袂用诶，滚生笑诶。
一般人若是乌皮母，到尾啊，若毋是走火入魔，就是互倒顺，拢无好买。你这好啊，莫好讲这啊，我毋是咧听你讲迄个。啊，毋过有足侪代志，毋是你无爱听，就会当相骗的啊。你讲你老看到恁爸，还替你规个甲大家回事嘞，对不对？搁你去甲讨回呢？啊，做人后生吼，唔安尼啦，爱较会晓想的啦。啊，恁爸甲你培养到这大汉着，伊身体搁无好啦，你莫常常。伊良心你想的遐尔好啦，伊这人违背良心，自私自利，伊所做一切拢是有目的。伊就是靠在我爱伊、尊重伊，把我变甲玲珑色，根本无爱我。遐尔讲哦，为什么我要替伊想？为什么？好啦，你小莫安尼激动，乖乖乖，莫那莫讲莫讲，想吃咪？我不爱啦！不啦，超强啊，超强啊，超强，超强！超强刚有消息啦，无，伊个手机关机，无了任何的消息记录，春班无法能找到伊。超强是今仔做细汉啊，都真济出头啦，唔知人比较对起啊。现在在当地哦，想办法要来我歹看。哦，我该当作我想要实行转型术的对象。伊若是甲超越，还是其他人讲出我的法术的秘密，那以后麻烦就真多啊。你即马遐尼激动，真可能做出无多本分的代志。你敢有啥物法术，会当赶紧找着人？我是有啦，啊，不过我这么顽皮，人会要做，可能身体袂堪住。你教我，我替你执行。啊，这么一定想办法要找到我。就算讲伊元气大伤，啊，不过运气一个倒三工，伊绝对会当做啊。我想什么方法才会当保护我家己，莫让伊掠转去。阿公老的这笔记内底一定有什么法术，会当阻挡这一切，保护我家己。赶紧慢掉，那不一定拍歹我的计划。好佳哉，无事。顶下看到丽萍阿妈的手夹着这佛珠，佛珠就发光，丽萍阿妈随着回话。这就代表讲这佛珠一定有法力，无得卡，麦当保护我。一张符咒，来控制超强意识，乖乖听咱的话，回来找。哈哈哈！马吉玛一定在做法，佛珠的发光就代表讲在保护。想嘛知影，马吉玛一定去把偷回啊！我就先将伊家己收起来，这就表示讲妖魂术失败啊！不过这边来可怜呐，
我从来无教过超强，搁较深的法术啊，伊嘛无可能会晓的。敢会是点解阿强甲朱新天的佛珠摕走？那佛珠会当保护伊？一定是安尼。顶界朱丽萍会当破解我的法术，就是因为佛珠的关系。即届超强有佛珠来做保护，咱就无法度对伊下佛咒啊。咱即马去闭门大卫，该知影阿强可能灭所在，全部拢找一遍。想袂到，竟然是我亲阿妈，佮亲小妹的佛珠，保护我安全。